车内放香皂用法真的妙，为什么老司机都会在车上放一块香皂呢？你以为这是为了去除车里的异味吗？不，你错了，其实它还有五大作用，超级实用，知道一个你就赚大了，赶紧双击收藏起来。第一，开关车门有异响，就是由于这个限位器缺少润滑，咱们把香皂在限位器上来回擦拭几次，车门就不会有异响了。第二，当咱们行驶在颠簸路面的时候，车门上的这个密封胶条就会吱吱的异响，咱们只需要把这个香皂在胶条上来回擦拭几次，这种异响就会消失。第三，当挡风玻璃刮不干净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个香皂涂抹在这上面，然后找个湿毛巾擦一下，挡风玻璃就会干净透亮，同时还能防止玻璃起雾。同样的，雨天开车后视镜镜片上容易积水看不清，非常影响行车安全，我们只需要用香皂涂抹在镜片上，后视镜看不清的问题就解决好了。宇哥，我发现好多司机车上都会放个手电筒，那这个关注下期告诉你车上放手电筒的五大作用。